杯子把这个球盖起来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把球凭空变消失？这样也能变呢？当然可以了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我如果把它变没了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给我？啊，可以。好，那你看好了啊，弹个响指，走，打开看看。哎，球呢？没了吧？那这个我就拿走了。哎，也别动了。仔细看这根香烟啊，把它放在我的手里，在中间这个位置千万别眨眼，三二一，哎，断了没有？断了。那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把断掉的香烟瞬间还原呢？别开玩笑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看好了，先把它放到一起，在这个位置千万别眨眼，三二一，哎哎，直接还原了。这不可能啊，这个我把这个球盖起来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球盖起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把这个球盖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球盖起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你相不相信瞬间转移？瞬间转移？看好了啊，这边的球拿过来，过，打开。哎，这球呢？打开。哎，不可能啊，怎么跑这边来了？你学会了吗？生活小魔术，每天学一招。